迎收看本周桃竹新闻，我是刘淑芬，带你关心本周新竹桃园地区发生的大小事。新闻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桃园市平镇区公所为了感念母亲的辛劳伟大，特别举办了平镇区113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现场坐满了受奖者的亲友都到场来向这一次获奖的46位模范母亲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今年度平镇区一共有46位模范母亲接受表扬，每位模范母亲都有令人感动与敬佩的故事。其中最年长的东势里高龄92岁的冯李金兰女士，虽未受过正规的教育，却以勤劳和毅力撑起了一个家庭。如今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子孙满堂，幸福美满。在场哦，我们有好几位妈妈哦，超过90岁，还不会太年长哦，但是还能有来。那很多人都说哦，母亲也是一份工作，因为在家里哦是自己积极的照顾家庭，陪伴小朋友。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社会上找工作，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就很深刻，我小时候特别贫，哦，那我妈妈跟我讲说，哦，要不是妈妈不能换小孩，我早就想把你换掉。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如果遇到不适合的可以调整，但是妈妈这份工作哦是不能调整的，哦，是一辈子的，甚至到了90岁还是会牵挂孩子跟孙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这句话给现场妈妈一个温暖的掌声，好不好？这次活动以心系平镇感恩无女的意念串联整场大会，除了表扬模范母亲，更有适合全家参与的赋予魔术互动以及五旋风儿童舞蹈团，现场充满欢乐与感恩的气氛，为温馨五月的母亲节揭开了序幕，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妈妈从小到大，从小时候在国小跑步就这么关心，到我们开始念书求学，考试考得好不好，有没有找到好学校，到后来有没有找到好老公好老婆，有没有找到好工作，甚至工作之后顺不顺利，能不能结婚生子，每一件事情都是妈妈的牵挂。所以啊，这样子满满的爱值得我们在母亲节这一天嘛，不是啊，值得我们365天都给妈妈满满的回馈跟满满的爱，好不好？好。最后呢，也祝福恭喜所有在场的母亲们，那能够跟我们平镇区哈经过层层的遴选哦，是足以代表我们的模范母亲，让我们社会上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家庭，重视母亲在我们家庭里面的价值。在这边代表张善政市长和市府团队，一方面恭喜大家，一方面也感谢你们，谢谢。市府表示，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各项让市民安心生养的福利政策，像是好运专车、生育津贴多一胎加10000、冻卵营养金、产后心理諮商、5岁幼儿教育助学金以及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计划等多项优质服务，更成立了全国首创的妇幼发展局，将桃园打造为妇幼友善城市，提供市民宜居安居的环境。记者董飞采访报道。新竹市天主教仁爱基金会即将在5月25号来举办爱心圆游会，希望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前来欣赏身障孩子的表演，也给他们最大的肯定。公益活动讯息值得大家来宣传。新竹政大总经理刘忠胜也上门捐款，并且承诺会善尽媒体责任，把讯息推广出去，鼓励民众都来做公益。欢迎参加圆游会。身心障碍的孩子们喊着口号，邀请民众一起在5月25号来参加新竹市仁爱社福基金会所举办的爱心圆游会，不只可以欣赏他们的表演，也可以做公益做环保。那我们的活动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那我们有将近100个摊位，有各式的美食小吃、特色名产，还有甜点饮料，还有玩具、桌游等等，那其实非常的丰富，还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有联电的鼓队，以及EMBA
阳明交大 EMBA 的萨克斯风的表演，还有我们的天使打击乐团等等，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请社会大众一起来观赏那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活动。受到疫情影响，仁爱社福基金会的爱心圆游会多年未办，今年重振旗鼓，希望再把所有的好朋友邀请到基金会来，陪着身心障碍者孩子同欢。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上门的就是新竹正道的总经理刘忠胜。刘忠胜已经是仁爱基金会的好朋友，这次上门捐钱又帮忙宣传，更要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状况。仁爱基金会对这个早疗的服务还有日照等等都不用心，不遗余力。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也爱心圆游会也停办了四年。那今年好不容易就是可以复办，所以我们新竹正道今天也非常乐意再来赞助这个爱心的活动。那这边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细水长流，在呼吁社会大众善心人士，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继续打造新竹市成为一个安居幸福的科技城。真的非常感谢正道的刘总，每次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或者活动的时候，刘总都会亲自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来给我们满满的支持，不只是赞助我们经费，也用行动来支持仁爱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活动，真的内心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呼吁社会大众能够加入我们每月300块的这样子一个爱心天使的一个捐赠的行列。那我们也有接口支付，还有就是 LINE Pay 这样的捐款，欢迎社会大众能够上仁爱基金会的网站来去看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即将在5月25号举办的爱心圆游会，有许多身障孩子的精彩表演，现场也有幸福市集闯关活动，可以让大小朋友同欢。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考虑赞助经费或前往社摊，陪伴仁爱社福基金会的身障孩子们一起成长。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我们没有。为了推广海境妈祖文化，桃园石户协会特别举办石户妈祖文化节。石户协会理事长许仁郎说，这个活动是以感恩、环保、合家欢乐的内容来呈现，除了带给大家认识这个妈祖文化飨宴，也借此推广环境保育的观念。当地居民依循传统，各家做菜并挑担到海边祭妈祖。当地居民表示，透过这个方式拜妈祖婆挑担，让大家可以知道，让这样的传统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桃园石户举办第三届的妈祖文化祭，感谢今天很多人来参加。那这个妈祖文化祭的意义就是说，当年有我们石户。就有这个祭典，我们现在已经很久已经没有在举办这个，因为人口都外流了，年轻都不在啊，所以在民国50年代、60年代都常常有这个活动，后来人口外流就没有，这个活动啊，我们这当食物，我们这是食物把它修好以后，我们就来举办这个。那把以前的活动就来延续下去，我希望说这个活动会一直在延续下去，以后都会常常在举办这个活动。石户协会理事长许仁郎表示，新屋石户群是桃园海客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元素，透过传统的祭仪来感谢妈祖娘娘的保佑之外，也让民众一同来感受特殊的客间海客妈祖文化。主要这个活动是保佑，因为以前有石户的时候，大家都在来在妈祖的圣诞这一天都来挑用那个竹篮来挑贡品来祭拜来年的丰收，所以这个以前是常常一直延续下来的，到现在就是比较没有，他们年轻都不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共同来把这个活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谢谢，很好。Hello, I'm Madhu from India.他们是从印度来的，他们现在中央大学就读，他们主要想来参加这个海祭的活动，是因为在印度也有类似的一个祭神的活动跟走游行，所以他们才会想要来这边去体验一下跟印度不同的神是不是有相同的一些文化的冲击。许仁郎说，这个庆典是妈祖他决定的，他们会一直传承下来，让下一辈的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庆典，也让这个文化向下扎根。记者董宇飞采访报道。
新竹市南道路上有一栋警察宿舍，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历史建筑，承载着许多新竹市的城市回忆。为了让警察宿舍更有吸引力，营运单位最近在宿舍的后方新建了一处餐饮空间，并且请来了日本知名料理品牌进驻，希望结合历史与美食，让来访的民众都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活化新竹市南大路上的历史建筑，南大路警察宿舍营运单位最近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新建了一栋新的建筑，并且请来有60年历史的知名日本品牌进驻，希望结合古迹与美食，吸引更多人潮认识与接触南大路警察宿舍的美。那我们就是陆陆续续的呢，将历史建物修复以外呢，也尝试着寻找合适的伙伴们呢，一起来经营我们的这个地方。那也叫做下竹町。那这两栋建物呢，其实是在1929年到1935年间吼建造完成的，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吼古色古香，也具有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加上呢，我们由10亿多媒体以及我们黑茶屋哦进驻到我们这边来活化整个的一个社区。那包含说呢，在这个登山的部分是我们在日式的一个会席料理，那它在台北啊，还有在这个飞机上的商务舱呢，都应该算是小有名气。那希望大家新竹市民朋友呢，也可以拨空来这边享受美味的料理以外呢，同时也可以徜徉在我们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里面。新竹市有许多正在活化中的古迹，南大路警察宿舍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警察宿舍周边区域，有火车站、新竹公园、动物园以及孔庙等知名景点，如果串联起来，更能呈现新竹市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在南大路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经营下竹町的历史建物之外，也一起合作这个做了这个 BOT 的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20+5的 BOT， 我们致力于把文化传承带到饮食里面，所以从文化的方的出发点呢来出发。做出最精致、最精致的料理跟这个饮食，然后再从饮食呢，再去讲更多、更多的文化故事。所以未来在这个区块，我们会串联起火车站跟前站，还有我们的新竹公园，让从火车站到新竹公园之间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串联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景点。新建的餐饮空间走的是日式风格，独特而且极致野趣的自然精致会席料理，希望能为新竹市带来更多的美感，也抓紧每一个到访者的味蕾。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桃园捷运绿线的高架工程有了重大的进展，高架北段最后一个单元的桥梁吊装已经在日前正式完工，达成了全线合龙的里程碑。后续将进行轨道工程，还有机电系统设备的作业。桃园市长詹善政也在当天凌晨到现场视察工程进行。他表示，目标是民国115年达成 G11站到G32站。在4月27号的凌晨，位在大园区三民路的捷运绿线高架工地正在进行最后一个单位的轨道桥梁吊装。两部大型吊车分成两边，将结构缓缓吊起。在现场的市长张善政也拿起手机记录这关键的时刻。我想这个是一个绿线捷运工程施工的里程碑，所以从我个人兴趣来讲，我毕竟是学工程的，我非常高兴能够目睹今天这个里程碑，当然要把很多关键镜头拍下来。捷运绿线高架工程目前进度达77%，分为高架南段与北段。高架南段位于八德区，设有2站，桥梁段已经在去年9月合龙。高架北段则位于芦竹跟大园区，设有5站。最后一个单位吊装完成后，就完成全线的高架合龙。4月27号的凌晨，我们在大园这边未来的绿线捷运 G31车站旁边，目睹高架路段的合龙。所谓合龙，就是高架路段最后一个跨度的梁吊上去，把往南往北的高架路段衔接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绿线捷运北段高架段的最后一块拼图。今天这个梁吊上去以后，所有北段的高架的梁完全都吊装完成，再下来就是开始进行未来捷运道路上面的铺轨，还有很多机电的设备。这个是绿线
在115年通车以前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为了加冕工程单位辛劳，市长张善政也到现场自证慰劳金，在吊装进行前也在最后一个单位的桥梁结构上签下了自己姓名。吊装完成后，后续将交棒给轨道工程与机电系统。机电系统作业除了进行设备生产与测试，首辆列车也预计在今年底底台后就进行各项测试。应该在这个月开始也展开轨道的铺设，是美比机场的轨道铺设。那下个月开始，我们北段就轨道原来是往南铺，那现在是下个月开始我们就会往北铺，所以这个里程碑对整个北七段的七站要通车是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在年底我们的第一部列车就会进到我们的圣美比机场我们会先做3个月的静态测试，然后会在机场里面再做3个月的动态测试。那这个时候大概我们北机场的轨道也大致都完成了那在明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列车在我们的高架桥上面在跑就是做全线的系统整合。高架全线合龙后，轨道与机电系统工程后续也即刻展开，持续朝向115年要从 G11 站通车到 G32 站的目标来迈进。记者林德操采访报道。新竹市连接埔顶一路两端知名的商场空桥，最近准备要在8月底来正式动工。未来新建完成以后，购物民众呢就不必经过底下的马路，可以直接从空桥来往两边的商场。对于此案，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是非常的重视，更率领市府团队前往视察，希望掌握工程的进度，也了解现场的交通与人行的状况。埔顶一路旁边的建筑工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兴建当中，如果工程进度顺利，今年8月底就可以开始兴建2楼的人行空桥，成为落实关埔全区空桥的第一步。那包含说我们今天所来视察的，就是我们即将在8月正式要开工的我们的富宇的这一份空桥的案子。那大家知道，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它连接了包含迪卡侬、包含 Costco， 其实呢两大商场中间的连接，未来就是靠我们富宇的捐赠的这一座空桥。那同时后面还有两座空桥呢，也即将来进行新建。所以我想在这个都委会当中进行相关的都市设计的审查。那也希望说这个我们的民间能够来和协力来捐赠。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富宇在这一次的整个关埔地区的这个工程案，能够和市府携手合作来打造第一座的这个空桥。这条空桥是关埔地区第一件公益捐赠空桥的民间建案，横跨埔顶一路的两端，连接了两座知名的商场。一旦完工，为了民众有机会可以在空桥上来往商场，避开下面的车水马龙，对行人还有购物的民众都会更加方便。我觉得会方便很多，因为我们买完东西就可以直接走过去，但是最主要是还是需要无障碍空间，因为我们抱着婴儿推着婴儿车，然后抱着小孩，如果没有无障碍空间的话，我们会很不方便。因为这往来车辆蛮多的啊，对啊，我觉得还蛮危险的。对，有些人有时候可能下班如果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话，对啊，对行人来说比较不好。建筑师表示，这条空桥的新建经费大约3000万元，以轻量且易于维护的钢构材料为主，夜间还会加强照明，增加民众走路的安全。时间的话，大概预计在8月底9月初开工了，那时程的话大概在10个月左右，那这样空桥的这个造价应该是在3000多万。那我们这个设计的部分，我们尽量去采用轻量化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有注重这个等于是采光、通风还有明亮的部分。那在晚上的部分，我们会增加一些就是这个夜间灯光的一个计划哈，那不管是说桥梁的造型啦，或者是人行的安全，我们都是希望可以达成目标的。新竹市都发处表示，除了埔顶一路的空桥之外，目前总共有3处民间捐赠的空桥，还有1处市政府的自建案，总共有7座空桥在进行当中。多管齐下的方式，希望早日让关埔地区的空桥可以新建完成，串联起完整的空桥路网。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
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篮球赛今年是第八届举办，今年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朋友参与赛事，特别增设了男女热斗组，邀请全国喜好篮球运动的好手，不分性别、年龄，一同组队来报名参加。市长张善政出席2024第八届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篮球赛事宣传记者会，同时邀请 T1 联盟会长钱维娟担任本届赛事代言人，希望透过缤纷色系的印象，展现篮球场上阳光般的青春活力，也邀请全国喜爱篮球运动的好手，不分性别、年龄，统一组队来报名参加。今年，桃园杯三对三篮球赛，即日开始报名，这已经是我们第八届的比赛。每一年每一年都越来越多的篮球的爱好者来参加比赛，到现在已经变成全国数一数二的三对三篮球比赛。今年的比赛从7月20日到28日，奖金非常非常优厚，有60万元之多。那么我们一共分成11组，从小到资深的长者都可以来报名，不分男生女生，也都非常欢迎。尤其今年我们特别请到我们国手我们钱维娟来当我们代言人，大家看到她就想到她当年在球场上的英姿，应该都想要变成未来的一个钱维娟。所以我们这边呼吁我们所有国内喜欢三对三篮球比赛的好朋友赶快来报名，一定会让你球会友不失所望。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篮球赛已经为全国指标性的赛事，这次总奖金高达60万元。今年特别新增男女混赛组，以定点投篮为竞赛，每一队至少一位女性选手上场，女队友在竞分时也会分数双倍来计算。三对三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奥运的正式的一个项目，那再加上篮球一直是台湾运动人口最多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在校园里面，所以一到暑假三对三的比赛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桃园的三对三真的在我们所谓的篮球界来说是算是蛮有名的，而且除了是已经到了第八届以外，最主要是它的奖金是非常非常丰厚的，而且它的组别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些已经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开始步入社会工作的朋友，其实是也很喜欢持续的在篮球场上去奔驰，但碍于这种没有这个组别，那我觉得今年有这样的组别真的非常棒。同时今年还有这个男女生可以一起同场竞技的一个投篮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也是继 NBA 之后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看到。尤其是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环境，现在性平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桃园是率先的在运动场上达成了这件事情，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来支持，来帮大家来鼓励加油。赛事会在7月20日、21日进行预赛，27日复赛会在桃园高中以及龙潭区国道3号高架桥下篮球场两地来开打，决赛会在7月28日中央大学来举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组队报名参加。记者林瑞峰采访报道。大学四年即将毕业，新竹市玄中大学大传系将毕业展取名为序曲，因为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今年大传系分别以剧情片、纪录片、行销组以及论文组作为毕业成果展的呈现。玄中大学大传系是竹苗地区唯一的大传科系，今年即将毕业的学生展出毕业成果展，分别以剧情片、纪录片、行销组以及论文组作为四年所学的成果。不管他们是拍摄纪录片或是拍摄剧情片，那同时也有行销跟论文这四个方向在进行，那再都展现出他们从大一到大四所学的这些学科应用在他们这次的毕业的展览上面。那每一年的毕制呢，学生也都会互相的一些合作、沟通、协调等等，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大传系毕业成果展中邀请多位影视业界的贵宾参加，新竹市文化局长同时也是文化大学教授王祥玉也受邀前往，为即将毕业的学子加油打气。我们今天看到学生非常多的一个影像作品以及公关作品，以及还有一些学生是用写论文的方式呈现他们的毕业作品。那我们像在新竹市的影像博物馆，目前来讲跟玄奘大学的大传系合作，要办学生影展以及相关未来的一些活动一些推广，那希望借由这个合作能将一些影视的一些教育跟一些活动能推广出去。其中剧情片《金蜻蜓》是在讲述两个男孩上山找寻金蜻蜓，并且真爱战胜死亡的故事。而另一出《孤恋》借由音乐盒回到了过去，回到现实后，男主才明白
放下过去，放过自己这句话。这部作品它其实很特殊，是因为它的剧本内容，也就代表了所有这些重生，跟我们这次主办的序曲其实是一样的。另外，这些拍摄的内容跟地点都是在我们玄奘大学。那这部片子呢，其实也获得国际导演李安导演他的青睐。他们是讲述一个民国年代，就是我们碰不到的年代，然后讲述一个旗袍的女生，然后还有他们还有前世跟今生，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题材。有一组是最印象深刻，是他们在一个火灾的现场，然后他们要把那个现场搞得很像废墟，而且很像真的有伤亡的部分，这是让我最有印象深刻，然后就是美术都有很到位这样子。金蜻蜓这出剧情片最后的花絮中，包含知名导演李安在内的三位知名制片录摄短片，鼓励金蜻蜓剧组的同学完成了迈向电影专业的序曲。记者万世莲采访报道。桃园芦竹区龙安街三段一处空地，由于早期是重金属的污染地，无法继续农业来使用。市府与国有财产署协调后取得用地，并且加以活化再利用。目前完成公园的设施，后续会在新增活动中心提供附近居民来使用。市长张善政与贵宾共同剪彩，并宣布全新的新农公园正式启用。在芦竹区龙安街三段一处空地，原本是国有财产署管理的闲置空地，经过市府协调取得用地，并且规划成公园以及市民活动中心，来提供附近民众休憩空间。位于芦竹的新农公园今天正式完工启用，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背景这个公园做得非常的适合小朋友来玩，也是一个跟社区共融的一个公园。这个公园以前是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经过多年的整治，已经没有污染的顾虑，但是还是不适合耕种，所以我们从国有财产署把这块土地接收到市政府来，2000万的经费把它改造成公园。工程会分两个阶段来进行施工，目前公园设施已经完成启用，以共融式游憩为主轴规划设计，并且提供友善全年龄的游戏环境、景观休憩场所，后续会再进行活动中心的设置以及新建，也包括有停车场等设施。公园旁边还有一块空地，我们很快会开通，3000万的经费准备在新建这边的市民活动中心，希望把过去一块废弃的土地改造成我们芦竹这边乡亲可以很愿意来游憩跟来办活动的一个场地。除了新农公园启用，目前也针对大型的共融式游戏公园都持续在巴德区、大园区、龙潭区、桃园区等各区来施工当中，有效活化利用闲置空间来提供市民更多休憩场域。记者林瑞峰采访报道。以上是本周的桃竹新闻，感谢你和我一起关心，我是刘淑芬，我们下次见。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竞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